CEPA 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，现有货币数字化，那你只是一个电子货币而已，而是 M0 的替代，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，有利于人民币流通和国际化，同时 DCEP 可以实现货币创造、记账、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，为货币的投放、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。在这里，我特别 表一个意见，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有5、6年研究这件事，目前逐渐趋于成熟。我甚至认为，中国人民银行是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推出主权数字货币的一个央行。